Bonnie 她本身有跟我讲，她就不方便露脸，因为她的皮肤病困扰了她几年了，对她的这个身皮肤，甚至她的脸部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啊啊！有一句话说，就是"女为悦己者容"啊，每个女人都是爱漂亮的。这样今天她被这个皮肤病弄到，就是说变得有一点不漂亮了，所以她就不想在镜头上面哈，让大家看。所以今天她只是露声音，可是她不露脸，OK？啊，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就请这个 Bonnie 小姐，OK，上线为我们做她的分享。啊，你有在线吗？你把你的麦克风打开有，Bonnie。看，有听到吗？有。啊，好了，我们大家都听到。那么Bonnie，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了，你就为我们大家好，谢谢凡博，很感他谢。是我的朋友啦，要推荐给我用啊。他是说，因为现在是疫情很严重的关系嘛，大家要保护自己、朋友和家人。然后今天我要分享的是，自从凡博介绍我用红离子过后，我就一次刚刚开始使用，刚好是遇到我身体有状况，因为我吃到油炸的食物，或者不适合的食物，我的喉咙就会开始发炎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一定要准备去 pharmacy 买药吃了。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就想到凡博跟我讲过，他有详细给我解释过，这个铜离子可以在你好像呼吸感冒啊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搭了一下，他喜欢讲的这句话，然后我觉得哈这是什么，然后我就用他所讲的方法，在晚上就自己搭了哟，感觉看有没有效果。然后因为我的呼吸道已经过敏了嘛，还有喉咙也不舒服。然后我就是2天过后，我的喉咙不痛了，而且也没有发炎的感觉。最神奇的是，它很快就消炎，我只是流了一些鼻血，干掉的鼻血。然后第3天过后，完全就痊愈。我就跟凡博讲：“哎，我有一个很神奇的印证嘞。”我就讲给他听，然后他讲：“OK，好。”然后另外我身体有很严重的皮肤过敏问题啦，已经4年多了，差不多也要将近5年了。那时候是因为身体出现状况，免疫力降低，然后因为找不到方法医，也吃了很多的保健品都没有效，一次我就很辛苦，使用的东西也一直买，一直买，买到我都已经生活已经出现赤字了，已经没有办法能够再供应自己吃这些药品和保健品，然后都没有作用。我看了医生，医生也讲不出什么原因，所以心情就非常不好。4年来每个星期或每个月都会注射类固醇啊，或者擦药膏，然后就只能靠这2样维持我的生命哎，不然我很难做工。然后去外面，别人看到我，为什么这个人满身都是好像水泡，然后很像一种病的感觉，都不敢靠近我。我那时候真的很难过，所以就本来很失望啊。而且也很容易生病。从过后，我感觉身体变得很虚，然后想一下，4年来都注射类固醇呢，还有擦药膏哎，还有吃药，长期下去又导致自己失眠，然后我也没有抱人生很大的希望。后来是因为凡博介绍我这个纳米铜离子的时候，我听他说的很多一些讲解，但有一天，但是我一直听不进他讲什么，我就是还在敷衍他，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可是我听不进脑，然后我就每次昏昏沉沉，他每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
哦，嗯，OK，我有在听，可是我很难输入到我的脑里面，给他一个反应。我要表达，心里讲的话也很难讲出来，要很用力去想想一些话才能够回答他。所以，而且我想想，我今年已经49岁了，哎，可能就是脑已经退化了，而且我长期这样的身体折磨，都放弃，要怎么样去让自己进步啊？身体方面的改善。后来有一天，我就每天把铜离子放在楼下，开到了晚上就拿回房间。然后有一天，我发现，我就跟反驳说，我发现我很像睡得很好诶，也没有失眠。很好睡，一觉到天亮，我就问他是不是这个原用的这个纳米铜离子的原因，我才能够这么的好睡，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有一次，我在楼上的时候，因为我在楼下放喷雾器嘛，然后我在楼上做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诶，为什么楼上会闻到纳米铜离子？喷雾器都喷出来的那个味道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很神奇，不可能啊，那么远，楼下的楼很远的，而且我用的是小小个的喷雾器，诶，难道这个纳米铜离子这么的神奇，连楼上都能够飘到楼上吗？我就觉得，我就跟宝宝讲，我就告诉他这个原因，诶，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宝宝说。哪里可能？纳米铜离子是没有无色无味的，你怎么可能会闻到它的味道？我讲真的，那个喷雾器喷出来的那个味道，有一个味道的，楼上都可以闻得到。然后我就觉得很奇妙的感觉咯，为什么就有一种好像醒过来的感觉？我那时候当下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灵魂好像被唤醒诶。我很难告诉凡博我的感受啦，然后我就告诉他了，然后慢慢不久过后，我就告诉他一个自己的见证，这个是我觉得蛮深刻的，因为我每次都昏昏沉沉的嘛，都没有精神，然后就觉得有气无力，也不想听别人讲话，可是从那一天过后。我的灵魂好像清醒了，我的头脑好像有清醒，然后一直持续，晚上都是在用纳米铜离子，我就一直在用，然后就变成每次凡博打给我的时候，我有耐心去听他讲话嘞，然后就觉得我有发现自己的变化啦，然后会懂得如何表达，如何尽管我是比较紧张啊，不好不意思啊。要紧张，不要紧张，慢慢来，慢慢来。因为我第一次体验的表达在大家面前，然后我就跟他讲，凡博，我觉得我的脑很像变清醒了，我的灵魂很像清醒了哎，我听得到你讲什么，我也听得懂你讲什么，而且我不会再反抗了，然后我不会反抗他讲的话，也不会不想听，慢慢就跟他越聊。越容易表达我要讲的话，我的脑里面好像很容易记东西了，也比较容易表达，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就我就觉得一直我现在还持续在用啊。另外，房婆有叫我试试用纳米铜离子，因为他想到我的皮肤嘛，他有见过我，其实真的很糟糕。然后他就叫我你试试看掺水。然后把那个 POC 铜离子喷在身体的每一部分的发炎地方，可是我有喷了2、3天过后，也是没有效果，而且很痒。后来我就不然，我就自己嘞，我就自己想，不然吼，我把铜离子不要掺水，直接抹在我的身体发炎的地方，很痛，真的很痛。可是我不要管它，可是。它不到1分钟就不痒了哎，我觉得很舒服哎，它不会很痒，因为一痒起来我就很辛苦了。
他就会又小小的泡，然后又会流水的那一种，很辛苦啊，这个皮肤过敏啊。然后我就擦下去很痛很刺痛，因为已经伤口已经抓伤了嘛，我也不要管它，我忍。但是它最神奇的地方，1分钟不到它就止痒了。第二天开始，它就已经结那个结痂结疤是吗？然后我觉得哇很舒服哎，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让我1分钟就可以止痒哎，就算我涂那个类固醇的药膏。都要很久的时间，都总要1个小时、半个小时，它才能够止痒，可以让我好好睡觉。但是这个 POC 纳米铜离子不用让我那么辛苦诶，至少我现在最开心的是，我可以不用一直使用这个药膏，因为我的皮肤已经很薄了，一碰到东西呀、或者碰到什么物品啊，就会一片红红的血块在皮肤的表层那里，它没有流血啦。因为血还不至于破皮流血，但是已经有血块在。但是我用了这个，我现在已经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不用使用类固醇的药膏，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也不用再受长期的折磨、失眠的困扰，又能好好的睡觉。有一次2个星期过后，我的靠近太阳穴的一个地方啊，长了2粒脓包哎，哇！我讲这次惨了，我这2粒大脓包要怎么样？要至少要2个星期才可以破，好像让它熟，然后破按出血啊或什么，很辛苦的，很痛，晚上又不能睡，很痛很热很紧 然后发炎的那种日子里啊，连睡觉都很难，还又靠近太阳穴，我想惨了，这次我怎么办？因为我也没有想很多，然后我就记得黄渤有跟我讲过，纳米铜离子是食物级别，是无毒的，可以放心食用，就是可以服食的。我只是自己尝试的，我没有经过，我没有问过他，我自己尝试哦。因为他既然无毒，我就尝试看看可不可以消炎呐、啊。我就每天滴一滴在那一杯的温开水，温啊，比较温一点的开水，然后我吃饱饭过后就喝下去。第一天，我就喝一杯，然后第一滴擦在我的脓包的地方，因为很烧很热了，我已经很痛苦了。然后我就没有管它。第二天我也是继续这样一杯，然后擦在脓包的地方。我慢慢我就我有我有我也没有抱什么心态去想这个 POC 能帮助我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到这个东西，我要不要试试看？既然它是杀菌的，可能它能够帮我消炎，我就抱着试试的想法。很神奇的是，第三天我发现我的脓包地方已经没有发炎，很烧的感觉。OK，我就有一种信心哎，我就在试了，我好像3天还是4天过后，刚好也是黄婆要找我的时候，我就想，黄婆，你看我的脓包这个地方完全是平的，脓包已经不见了，我那时候很开心的告诉他，他不见了哎，我不要说那种苦啊，2个星期的煎熬哎，很痛苦啊，很痛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也连续喝了5天而已，那个纳米铜离子啊，哇！5天而已，就让我能够这么舒服，也不用有破皮的伤口啊、流脓啊、暗血这种东西存在，我真的很开心。这个见证是那时候最近的事而已，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凡博推荐我使用这个产品，也保护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而且很有信心。而且在使用的过程里的见证是我亲身经历的，这是可能，我觉得很开心。在脑部方面，我觉得很清醒，我可以学到东西也比较容易进脑。然后真的很感谢凡博也让我有机会在线上和大家分享，也认识冠城老师。感谢博士研发的纳米铜离子，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哎，谢谢 Bonnie。哎，Bonnie，你不要下线哦，可能还要跟你哦交谈一下。，OK，好。
所以啊，你看，如果刚才你们听 Bonnie 的分享、哦、你们可以听得到他言语中的喜悦，就是说到用了这个纳米同一手得到的，对他身体一些状况得到了改善，言语中的喜悦，就跟他前半段他说起他皮肤的问题的那一种哀伤、哦、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 OK， 因为本身 Bonnie 也是我多年的朋友，然后我是就是说在几年前碰到他的时候才发现有这个他的皮肤病的问题蛮严重，然后就是说那时因为有接触了这个铜离子，也就是这样，其实是介绍给他就是说就是杀灭新冠病毒的。其实今天我们的纳米铜离子、哦、真的就是博士发明来杀灭新冠病毒的，可是因为这个地球上还有很多的那些细菌造成我们的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甚至造成我们皮肤病的问题，然后我们的这个纳米铜离子 PRC、啊、它又能够杀死那种细菌、哦、因为它连这么强的病毒都可以杀死，所以细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今天也很高兴它用了之后就对它的皮肤病得到有很大的改善。像它刚才所形容的那一点、啊、各位不是夸张、啊、它真的是这样跟我说，它说哎，樊博我跟你说、哦、这个东西、哦、我感觉我用了之后我的灵魂清醒了。我当时听到他讲我讲你讲这个话有点夸张嘞，我说我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讲，他讲就是他刚才他言语中所形容的咯、啊、然后我就说哦，应该是这样，我说 Bonnie 应该是你以前被皮肤病折磨到你长期的睡不好失眠，然后你用了这一个 POC 之后你的睡眠得到了改善，慢慢你的身体状况就得到了改善，所以你感觉到以前你昏昏沉沉的那种状况啊，那种状态已经没有了，你清醒了。所以从以前你说你听不进我讲话，之前他听不进我讲话讲什么、哦、你看到他就是很像昏昏沉沉，然后他要表达他说的都是真的，他之前话词不达意、啊、不会表达，可能就是他被皮肤病折磨到他昏昏沉沉，因为那种类固醇的药、哦、真的吃多都不好的，而且类固醇的药吃了、哦、会变成月亮脸，然后虎背熊腰，真的是 一种伤害很大的药。所以他用了之后、啊、真的我看到最重要的是他整个精神状况好了，因为 他不失眠了嘛，然后包括他所讲的那些皮肤病问题真的都慢慢得到改善。所以我是希望有一天、Bonnie 如果说你的皮肤病改善了之后，有一天你就上镜啊，露脸啊，给我们看好不好？王妮，好，可以。好、啊，但是我要戴口罩啊。好，不需要，因为你在线上哦，是我们不怕你的病毒传染的，放心。首先，冠城，非常感恩 Bonnie 的分享，因为 Bonnie 的分享真的触动了大家的一个心啊。非常真诚啊！首先也非常感恩 Bonnie 的天使，就是樊博老师，因为 Bonnie 遇见樊博，而他这个困扰了他这么多年的这个毛病也解决了，所以今天冠城也代表Champ Care赠送一瓶这个PLC 的铜离子送给 Bonnie， 因为 Bonnie 的真诚的分享是非常棒。接上大家的手上来手上听不到，接上大家的发财手来祝 Bonnie 999就是快快服他的病状。谢谢，好，非常在这边呢、啊、各位线上的朋友，真的真的，所以在线上我也呼吁在哇，真的太感谢公司啊 ，Champ Care 送一瓶东西给这边，我要透露点东西，今天是 Bonnie 的生日了。Bonnie 的生日，所以非常棒，哇，太棒了！公司送铜离子，谢谢 Bonnie， 祝你生日快乐，祝福 Bonnie 真的是快快恢复回原本应该要的健康身体。好、哦，那最重要就是非常感恩在线上的所有的天使们，因为今天大家花了一个小时多的这个聆听的这个课堂，或许可能明天你可以帮助更多人把他的。现在在疫情当中啊，我们讲真的生命无常啊，真的要帮助更多人把这个好的这个这么好的伟大的科技推广出去，真的抱着这个爱与慈悲的心，所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真的，因为刚才 Bonnie 的分享真的很诚信很真诚，我也真的被他感动到，也非常感恩这个樊博老师你的真的是这个大爱。好，谢谢，真的还有其他的伙伴就记得、啊、等一下，我有哎，冠城打扰一下，Bonnie
哦，今天你生日啊，这样凡博也要送你一个礼物啊。刚才那个是公司送的，凡博送你这个猫，你喜欢吗？不用了啦，我很感谢了。啊，我送你一个猫的 diffuser， OK？ 哦，谢谢大家，我很感恩，真的很感恩遇到博士的产品。我很少会对产品有这么大的信心的。是是是，非常感恩，因为你的分享 Bonnie 真的能够帮助更多人。但是刚才还是要纠正一下大家，因为我们要尊敬研发人的一些就是条例，就是 PLC 我们飘在空气中是调配的那个配方，但是可以的话不要用口服先哦，因为我们博士将会出来更棒的一个科技啊，那个就应该是多两天过后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了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期待，因为这个科技啊能够疗愈，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的哇，面对这个病毒啊，还有过去我们都很多人困扰着这个癌症啊，这些等等之类。那冠城也不多说了，因为这个东西就让博士冠城这个星期四也跟凡博老师上去跟博士的啊开一个会，来把这些重要的文案好处把它写下来分享给大家。那好，今天就到尾声了，也非常感恩线上的家人们。